我才，秀出精彩。欢迎收看2014美国青少年才艺大赛。本次大赛共吸引全美近500名青少年参加，他们将在西洋乐器、中国乐器、西洋舞蹈、中国舞蹈以及唱歌这五个组别中进行角逐。本次大赛我们特别增设评委老师的现场点评和打分，使比赛更加公开透明。我们的比赛规则是选手可以自由地选择曲目，但是每位选手仅有一次宝贵的表演机会。经过评委的点评和打分，每组分数最高的前40%可以晋级总决赛。好的，今天将为您带来的是西洋乐器的第三场比赛。首先来看一下本场的评委老师：小提琴家沈小星，钢琴演奏家唐迪毅，钢琴王子张浩天。好，我们现在马上进入比赛现场。我注意到你是有准备钢琴，还有卷，还有拉大提琴。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会选择这两样乐器？I think they're both very cool instruments, and it just kind of happened. 你知道是钢琴的声音跟大提琴是 perfectly matched。
I think so. I think they make a very good pair. Yeah, you know, 所以肖邦又写钢琴，然后他唯一写给其他乐器的就是大提琴， you know, 所以非常好。对，加油。这边选手我看出来好像有点像去年我当评委的时候那个个子比他矮的那个，是吧？他这个同学是不是去年你参加过？你去年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吗？是不是也参加了？今年比去年真的是有很大的进步，很好，音乐和技巧都很完整。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如果你以后在表现的这个音乐的方面哈，再稍微夸张一点，因为在台底下跟你平常在听那个声音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再投入一点，一点杂念都没有，再稍微过一点，我们讲就是再有激情一点，我觉得会更好。很喜欢你的演出，然后穿的又这么帅，我觉得很有艺术的气质，很好，谢谢。156号选手总分272分。Ivan, 我听完你弹琴，我有个印象，我觉得你的 coherence 非常好，就是乐句跟乐句之间的连接，还有你的节奏非常的稳，you know, 然后你的台风也非常好，
Yeah, 我给你一个小的意见，你知道吗？在莫扎特那个时代是没有钢琴的，你知道吗？如果莫扎特到现在看到这个钢琴，他会笑死。对，他的钢琴要比现在的我们的钢琴要小差不多一半 ，you know， 所以他的声音是比较纤细的 ，OK。然后呢，他是没有踏板，他的钢琴是没有踏板的，所以声音是非常 crystal clear，OK、okay?。所以在练琴的时候呢，尽量少用踏板，然后尽量弹得干净 ，OK。这是我的意见。我对你的评价也是跟其他两位那个评委老师一样，因为我觉得。你的表演特别好，然后你是一个很有乐感的一个那个小钢琴家，然后觉得各个方面做的都很好，但是还是我就觉得你的踏板用的太多，特别是在你在弹十六分音符的时候，因为你把这个和声就是有点盖住了，然后有点不像莫扎特的那个感觉，但除了那以外总体来说非常有乐感的一个表演。我刚才挺惊讶的，他才十岁，我刚才看他介绍哈，我觉得你的表演挺能抓住我的，挺好的。但是我也有个小的建议，我觉得你挺有才的，我希望你不要每一天练一个小时，能够多练一点吗？多练一点，你可能进步就更大了。对。004号选手总分270分。
我希望你能够做更多的 surprise， OK？ 因为 Haydn 这个人是很喜欢开玩笑的，他才是非常 funny 的一个人， you know？ 所以我们应该评委坐在这里听你弹这个曲子，应该是感觉说，哦，这里是很奇怪的，哎，那个有一个 surprise， 这里有一点那个，所以我们 we are not supposed to lay back， 啊、oh, ，this is very beautiful music， which is already very good， you know？ But then you can think about that， OK？ Yeah， keep working hard， good luck。我也非常同意这个老师的评语，因为我刚才也在想，你刚才的其实你有很多音乐已经在里边，把我们已经带进去，可是我没有感觉到好像，就像我们这位老师评委说的，好像把我们，其实你也抓住我们，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有一点不够。你要是把那种调皮呀、啊，把你的那种感觉和有你的表演上，你再稍微突出一点，可能把我们就是， yeah. 看着你，我们就是不想，就是一直跟着你的音乐在走，这样就更好了。Grab every opportunity to do something different. 我们可能要求更严了， okay. yeah. 但是我觉得很好。对，我也觉得你的水平非常高，因为肯定是练了很长时间的钢琴。但是我就觉得也是一样，你没有给我们那么多惊喜。而海顿这个人本来就是创造，就是他是第一个把 humor 放到音乐里面的，所以你一定需要有更多的 contrast， 更多的特点。034号选手总分272.5分。Thank you.
对，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你刚才弹的那个 cello， 而且弹这个，就是弹钢琴，我感觉你学两个乐器没有白学，就是你的音乐乐句做得非常好。嗯，很少我觉得会听到一个像你这年龄弹肖邦可以弹得那么流畅，虽然曲子简单了一点，但是呢，你的乐感非常好，谢谢。OK， 我是有一个比较额外的一个 opinion， 就是说如果你要参加一个比赛的话，你最好能够弹一开始上的 very impressive 的曲子。OK， you play beautifully， 你弹得非常好，你的肖邦的夜曲意境很好，我很喜欢。但是就是我觉得你要去参加比赛，你最好能够选一个比较 strong 一点的 character 的曲子。OK， 然后你再弹一个肖邦的夜曲呀。Yeah?OK， 嗯，我也觉得他这个曲子表现得挺好的，把我都带进去了。肖邦这首曲子弹得不错，加油。155号选手总分276.5分。Yes. Tell us about Schumann. How do you know about Schumann? Well, Schumann had like a dying passion and love for Clara, and he was never able to like court her because Clara's father was not allowed, like wouldn't let her. So he was always passionate and like
loving towards her, but yet he can never get her. And I was, Very good, very good. So, exactly, you know, in the middle part, this is an admire of his wife. You know, you can give even more, okay, much more lyrical, you know, in that part. You know, I love the beginning very much. You really show the impulse of Schumann very well. Okay? Yes, keep working hard. Yes. 我觉得音乐它就是刚一开始的时候很能抓住我们，而且我感觉你的手指好像也挺有力度的，蛮好的，加油。Yeah, I like your performance overall. It's very lovely. At the same time, I have a little suggestion for your right hand. When you get back to the theme every time, try to play with less motion so that you could be more accurate because you don't push too hard sometimes. And then that'll help you a little bit. 131号选手总分272分。
very well played. Thank you. Do you like it? Yeah, I love that piece. 刚刚你的 sister Nina 也是表演了，你觉得你弹得更好还是她弹得更好？ Well, I mean, I have to give credit to my sister. She always takes care of me, so I'll give it to her this time. All right, 那我们请 Nina 上台，也上台来。How do you like your brother's show?He did very well. It was nice to watch, and I think that he did a good job. I think that's the first time you've been nice to me in a long time. You guys play together sometime? Play forehands? We have before, but we don't do it. Yeah, you really should. Yeah, except like our attitudes are conflicting, so like I want something, and then she wants something else, and then it doesn't work out. Very good. Yeah, very good. Okay, so Eric, I think you did a very good job today. Thank you. Yes, and I think you can, you are absolutely on the right track, okay? But just expand more, okay? Give even more energy, you know, just 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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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m. You know, this is just like, you know, Russian go to the war, this kind of thing. You know, riding the horse, you know, losing the, you know, lots of fighting, you know, things. So, you know, just...Don't hold back. Give even more. Okay? Yeah, Eric,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that, you know,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exciting performance. But like Dee said, you know, you need to give more. You need to be more experimental. You need to take more risks. And one suggestion I could give you is that when you play, don't play on the surface. Play to the bottom of the key so you have more sound. Especially in the octaves going up. Yeah. You know, don't be afraid. Just play, you know.我是很喜欢你的表演，谢谢。就是你这个刚一开始，还有快结尾的时候都能抓住我，就是你整个连贯下来的那个，还总的来讲还是不错。如果你要是再，就是说可能 more practice， 或者老师刚才给你建议的，要再把这些东西揉进去，可能就更好了。加油！谢谢。132号选手总分270分。Emily 对吗？对，胆子再大一点，胆子大一点。你弹琴的时候要想象你要弹给，不是弹给一个人听，不是弹给你自己听，你要弹给1000个人听 ，OK？ 所以胆子再大一点，有机会再多表演 ，OK？ 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下一次一定会更好 ，OK？ 然后你下一次上台之前准备一下，然后你是有一些时间可以准备的，不需要急的马上就去弹。张老师的意思是你坐下来呢稍微想一想，别，我估计你今天特别紧张是吧，服装挺漂亮的，加油啊。133号选手总分244分。
虽然你的基本功很好哈，对，注意一下你的曲子，你每一个你弹每一个曲，它一定有一个高潮，就像电影，你看电影一样，对不对？你一开始总是比较平静的，然后到一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高潮，然后再平静下来。所以你要去找，你要找这首曲子，你的高点在哪里？你觉得哪里特别重要？你要把那个重点突出了，那就会更好。我跟唐老师也是想的一样的，就是你需要有更多 dynamic contrast， 然后呢，有的时候多坚强一点，就是给我们更多的惊喜，这样子会，我觉得会弹得更丰富、更完美。嗯，我也觉得不错，挺抓人的。就是你把这个表情还有这个演奏都能融为一体，挺好的。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像两位老师说的一样，你在做这个表情和那个什么，你自己心里边要先把你自己的这种感觉在里边了，再大一点动作，因为有的时候在舞台上，你就是这样子，别人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要是给人家感觉，你自己心里边和你要感到感动你自己先，你才能够感动观众，好吗？对。好。018号选手总分265分。欢迎回到2014美国青少年才艺大赛西乐组第三场的比赛。比赛规则是选手可以自由地选择曲目，但是每位选手仅有一次表演机会。经过评委的现场点评和打分，每组分数最高的前40%可以晋级总决赛。好的，让我们继续欣赏选手们的精彩表现。他的曲目名字就叫民间音乐风，是吗？是。哦，就是这个啊，那是很蛮特别的。对呀、啊，你的 harmony 很蛮好，弹处理得很好。对，对我很喜欢你的演奏。我个人觉得你的左手和右手的 balance 有点，就是我觉得你右手稍微弱了一点，可以稍微的 bring out。我觉得蛮稳重的，好像。不是特别紧张的样子，其实你心里紧张吗？没有，没有，这点很好。141号选手总分247分。
你有两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是你从到头到尾你都在音乐里面，你没有给外面的所有的这些灯光啊人啊影响，这个很可贵的。然后另外呢，我觉得你的 rubato 做得非常好。 Do you know what the rubato means, right? Yes, so 也非常非常 natural, OK, 没有刻意的去做。OK, 我希望你能够继续努力的弹琴呀，希望以后能够经常看到你。OK, yeah. 对，我也是觉得 Joy 表演得特别好，然后呢人也特别可爱，我觉得你弹的真的是非常有乐感。然后对你今年几岁啊？十岁就能弹这么有乐感，真的是觉得非常好，然后非常惊讶，谢谢。嗯，我非常期待你下一次的演奏，很好。033号选手总分273分。我知道 Andy 实际上曾经有两次登上过卡内基的舞台哈，卡内基音乐厅的舞台。那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嗯，今天比卡内基还要紧张。还要紧张、啊？因为这是上电视嘛。那你看就不是很紧张啊？你弹琴的时候，我不觉得你紧张。可能就是因为弹多了，能掩盖一些。我也觉得他好像不是紧张啊。好像还能好多表现的地方，包括你的动作外面的那种形体动作你还都有注意到，很好啊。谢谢。你最后结束那几个 core 的动作是你自己发明的吗？是从 hip hop 的 dance 里面学过来的吗？
可能跟这个 dance 有关系。dance 有点关系，对，很好，很好。呀 ，Andy，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肖邦他有两个 face， 一个是 feminine 的 face， 一个是 muscular 的 face。OK， 所以在这个曲子当中，这 Revolution 这个 Etude 里面，他是把他的 muscular 的那个 power 是这样出来的。你弹得很美，但是呢，我觉得我还是觉得需要更加激动一点听这个曲子。对，我觉得你好像是以这样子的一种线条在走，但是好像 that's good， that's already very good， 但是可以再 push out 出来一点，好像你在一个 bubble 里面弹琴，但是这个 bubble 你要把它捅破这样子，所以你再就可以出来。好，谢谢。OK， 加油。Andy， 我是觉得你弹的总体来说，我是个人特别喜欢。我觉得你的左手可以就是继续练习。但是你的旋律啊，就是非常像肖邦。就是肖邦也许很多人弹，他们会弹成非常 mechanical， 但你弹的就是音乐，所以我非常喜欢。谢谢老师。谢谢。144号选手总分268分。
我觉得她好像看起来挺帅的一个姑娘哈，可是弹起来后半部分，尤其是最后结尾，还是蛮有力度的。啊，对，越来越放松哈，是渐入佳境。对，我也是觉得好像越弹越进入佳境，对呀，很好呀。就是我可以告诉你，这曲子开始的地方是从当梆梆梆梆梆梆梆 ，so everything before that was introduction， OK， 所以 introduction 是什么意思呢？就它只是一个 introduction， 对吗？它还没有进入一个主题，像一个电影一样，主人公还没有出来，只不过是一个画面而已。所以这个一开始是 introduction， 你要再紧凑一点，你懂我意思吗？呀，就是不要太 relax， you know， because the movie not started yet。是 ，OK， yeah。对，我跟唐老师的意见是一样的。你的 introduction 呢，就是总体来说还是弹得非常完整的，但是你的 introduction 我个人觉得稍微慢了一点，拖了一点。然后呢，我给你的就是个人的建议，就是说你的 introduction。可以有更多的 contrast 在你的和弦，就是特别是换和声的时候，有更多的 contrast， 然后有更多的方向感吧。然后呢，到了那个 allegro 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 speed up， 然后就是开始你整个曲子，这样会更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曲子的感觉。146号选手总分268分。我是觉得把我带回到我小时候的那个时光当中。孙老师有没有小时候听过？对对对对对，很熟悉那个。对，很熟悉。我觉得可能他如果穿一些那种那个时候的衣服，戴一个那种，然后气氛会更加像一点。你紧张吗？觉得？是，我看他好像紧张。不过你来这个参加比赛就很好，多参加几次这样比赛，慢慢你就放松了。对，是个好经验。好经验，好经验。147号选手总分256分。
谢谢 Victoria， 弹得非常的流畅，然后，我觉得就是你的右手非常 clean， 谢谢，很好听。但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左手是你的旋律，对吧？我想听到更多的旋律，就是你的右手非常好，非常 clean， 但是有点盖住了你的左手。蛮流畅的，而且我都看得出来你在有一定的表现，就是想表现的那种欲望能看出来，不是在家里练琴，而且是在演奏，在表演，蛮好的，加油。对，你非常投入，你非常投入，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一部分的心思放在左手，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你的左手是你的灵魂，对，右手是 very fancy。You know, Mendelssohn 经常写这样的东西，就是非常 fancy， 然后 glittering 这样的东西，但这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你的左手那里，好吗？多花点时间在你的左手 ，OK， 加油。总体来说非常好，谢谢。150号选手总分267分。
谢谢 Andrew。我觉得你弹得非常完整，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曲子，这是一个应该是肖邦最难的一个 Nocturne 之一了。嗯，而且它分成三段，你三段表现的都很不一样，而且都挺好。我个人觉得你稍微有点 too contained 今天，我觉得你可以更放开一点，然后放开一点。对对对，但是还是发挥很好，我可以看到你的基础非常的扎实，然后真的非常好，谢谢。对，嗯，I like your performance very much。对，我觉得你弹得非常的好 ，general speaking very good。但是我给你一个小的建议，这首曲子you sounds spoken very well。You know you really spoken vocalized very well。但是 in the beginning 它是一种 sigh，you know， 有一种好像What can I do? You know, like that kind of thing. It's not like I find the answer already. You know, it's not a bum, bum. It's like... So in a way, when you come back in later, you know, little more agitado feeling. 对，需要有这种 anxious 的感觉。Like that, yes, yeah.Because I know the piece very well. Yes. You know, the development can be more legato. Think about, you know, how the violin or cello plays a piece. Mm-hmm. Yeah, in the development. Mm-hmm. Yes. But the most tricky part in this piece is the beginning. Yeah. If you start good, then it should be good. Okay? Mm-hmm. Really think about the sounds are really going up. 声音往上面去 down. 不是 down.It's not left, right, left, right. It's up and down. It's like this. Okay? Yeah. 对，我也是同意两位老师说的。我也是有这个感觉。我觉得他把我们从这个他自己演绎的这个曲子当中，我们把我们都能带进去。但是呢，好像就像老师刚才说的，前面部分就是慢板的部分哈。像我是专门拉小提琴的，跟不是钢琴的，但是我能听得出这种音乐是相通的。我本来就是说，小提琴从这个柔弦上来讲，可以加深这种 musical 的这种 soft 呀，还有什么有 silent 的，也有非常热情的。我们靠柔弦大或者是小，其实这种可以做。钢琴呢，刚才我听了两位老师所说的，我就觉得哦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有 somewhere 有一点点不足，实际上就是这个。你要把这个再一解决的话，哇，就更棒了。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弹得蛮完整的，技巧各方面非常好。Keep that in your mind. You know, when Chopin wrote this piece, he's already very, very, very weak.是，对，那个时候已经生病了。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你 okay,、yeah. 我们已经能够看得出他已经是在演奏上各方面挺用心，对对对，而且也能有感染力了。可是呢，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对你可能要求太高了，我们希望你能够更好，就是能够一下子把人家的那个眼球和那个 feeling 就给抓住了，就是最好的。第一个音就要进入那个状态，你后面回来的时候，那个我感觉到了 agitato， 我感觉到了那种 anxious 的感觉。但是你刚开始也需要有同样的感觉，只是稍微 small scale 一点。Yeah， 对 ，Yeah，OK， 很好，谢谢。152号选手总分281分。觉得好像你把我们带到了真的小蜜蜂王国，谢谢，弹得挺
挺流利，而且压感觉上那个感觉还是到了。嗯，谢谢。我很喜欢你的这个演出，我觉得呢，就是总体来说稍微的，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声音更亮一点会更好，也有可能是钢琴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挺好的，谢谢。呀，我也是觉得如果声音能够再出来一点，多一点点，能够一点就是 more refined 那种声音，那就更好一点。对呀，加油加油呀， technique 都很好，我觉得。076号选手总分273分。2014美国青少年才艺大赛西乐组初赛第三场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西乐组第四场，也就是最后一场的比赛。而在下一期节目的最后，我们将公布西乐组最终晋级决赛的选手名单，第四场的选手们将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而谁又能最终晋级决赛，下周四晚7点半请锁定美国中文电视。夏季精彩预告，钢琴、小提琴、单簧管、竖琴、电子乐选手多才多艺，创意十足。28位决赛选手名单揭晓，敬请收看。青春多